so much. Thank you so much. For giving us the trust. Small gift. Okay, we will be moving a new house.这间呢是一间公寓，是坐落在城市市中心，它的面积呢大概是1000处一点，因为它在市中心，所以给它感觉就是比较紧绷啊，生活节奏也比较快速啊，比较压力。中心呢，我们有用了一些石头的材质来带出高贵高雅的另一面，配合呢这一边的木色，这边的木色呢我们会选择用比较浅色为主，比起在卧室里面，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些和石头材质的对比。